自从我腿受伤了，好久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些热身训练了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墙哈，不建议青少年学这个啊，这是一个不太推崇的一个视频啊。但是呢，鉴于宝贝们喜欢看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上去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所以啊，通过这样的上去，这种呢非常有意思。